谢谢阿大朋友侠老帅送的月饼，果然有人味，味道都不一样。中秋节到了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阖家团圆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中秋诗歌朗诵节目，作者九成，表演者九成。嗯，等一下，等我吃完。嗯，虚构中秋，月色新，酒腻北岛成念君，举杯欲赏夏末枝，浓情星汉傲凡城，烽烟初起惊四座，对少年直书印，暮秋时节功当成，可归锦城树相请。怎么样，创作可还行？你们还不给我刷一波666吗？再给大家秀一下我刚学的死方法，给大家整一句出自李商隐的《霜月》：俗人怎言你无才，白瓷楼高谁解下。所以习不单得死三话那必须安排上噻。 W 一的兄弟们，你们能用死三话结束侠两句诗吗？